呢？你绝对没见过这么傲娇的公主，仅仅想得到一张金奖券，就让富豪老爸买下了全世界的巧克力，并让工厂的工人没日没夜的拆封，因为金奖券只有五张，得到它就有可能会继承世界上最大的巧克力工厂。在资源的绝对优势下，小公主力排万难，顺利的得到了第一张金奖券，而第二张金奖券就落到了强迫症小女孩的手里。她对奖杯非常痴迷，为了赢得口香糖比赛，她可以连续不间断的嚼上一年的口香糖。第三张竟然被一个贪吃的小胖子吃出来了，媒体采访他时，他嘴角的巧克力都没擦干净。第四张则是一个天才少年，仅凭巧克力的出厂日期就精准地算出了金奖券的位置。第五张最神奇，是一个连一块巧克力都买不起的穷小子，但谁会料到他意外在雪堆里捡到10块钱，还用他买了一块巧克力就中奖了呢？幸运的人真是喝口水都能一夜暴富。很快携带一名亲友小女孩吃了一块神奇的口香糖，下一秒鼻子就开始变绿，紧接着身体也开始发生了变异，她不断的膨胀，瞬间变成了绿巨人，而且越变越大。而唯一能解救她的办法就是把她推进榨汁机里，等到汁液都被榨出来才能恢复正常。就这样，强迫症小女孩也被淘汰了。下一关是巧克力制作室，你绝对没见过军事化管理的松鼠，他们的工作就是在流水线上剥果壳。蛮横的小公主想要带走一只，却被爸爸阻止，但小公主不听劝阻，直接钻过了栅栏，刚想去抓，结果就被松鼠们扑倒在地。小松鼠敲了敲它的脑壳，看它熟没熟，确定没熟，小公主就被松鼠们丢进了垃圾处理器里。她的富豪爸爸也没能逃过一劫，小公主就这样也被淘汰了。随后他们开始乘坐无窗的电梯去下一关，其中的天才小男孩觉得太无聊了，决定自己挑选个房间来挑战下，结果来到了一个黑科技实验室里，果然是他想要的，这里能把一块巧克力通过空间传送瞬间输送到电视上，正在看电视的人就可以随时拿到自己想要的巧克力，不仅可以传送巧克力，还可以传送各种商品，这简直就是懒人的福音，人们不用再出门就可以购买一切。但小天才却认为这是暴殄天物，他想进入电视与总统对话，说着就冲了进去，随后身体就开始慢慢向上漂浮，他还摆出了一副超人的模样，结果他真的跑进了电视机里，可刚进去小天才就后悔了，拿出来时竟然变成了拇指姑娘，只有压缩后才会恢复，显然天才如果自负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。现在就只剩下修理恩气的查理了，旺卡送给查理一块巧克力，告诉他只能品尝一口，查理照做了，而且多一口查理也不贪，结果查理就得到了万卡的祝福，而那四个小伙伴只能狼狈不堪地走出了巧克力工厂。万卡想要查理继承自己的亿万财富，但查理却一点不高兴，因为万卡要求他必须脱离自己的亲人，这是查理万万做不到的，于是他拒绝了万卡，他宁愿去擦皮鞋来维持生活，也要和家人住在一起，在他的心里家人无比重要。万卡失望透了，很多天以后万卡实在想不明白，他又一次找到了查理，这才了解到了天才万卡的秘密。
是个奇怪的小男孩，每天必须要戴十斤重的牙套，因为他的爸爸是名牙医，为了保护儿子的牙齿，绝对不允许他吃任何糖果。直到这天，他捡到了一块巧克力，旺卡偷偷把它放进了嘴里，从此旺卡再也忘不了那个味道了。他开始搜集各种巧克力，还不惜扮成小丑来换取糖果，而且每品尝一种巧克力都会把它们的神奇味道用小本本记录下来。直到这天，爸爸发现了他的秘密，把所有的糖果都倒进了火炉里。旺卡失望透了，他决定离开这个让他伤心的所谓家人。他不停地走，不停地走，等到他想要回家时，家已经被连根拔起，被爸爸带走了。从此，他开始研制各种巧克力，还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巧克力工厂。直到他碰到了查理，查理拒绝了他巨额财富的邀请，只为了能和家人在一起。在查理的鼓励下，旺卡决定以陌生人的身份去探望多年未见的老父亲。然而让旺卡想不到的是，父亲其实一直关心自己的儿子，他把有关儿子的报纸都剪了下来，视如宝贝。老父亲颤抖地帮儿子检查牙齿时差点哭出来，多年的思念终于换回了儿子。父子俩也相拥在了一起，旺卡也最终接受了查理的家人，寒屋陋舍，袅袅炊烟，亲人尚在，温暖如春。这个男人刚要下车，一辆车就从侧面把他撞翻，一个女人拿着武器前来查看，被男人一把揪住，猛地撞在汽车上，男人拼命地拳打女人，女人晕了过去，而男人则走进了房子，勒住了里面的小男孩。你绝不会想到，仅仅是一场小争吵，竟然这个男人追杀女人一天。清晨安娜送孩子上学，明明是绿灯，前面的车就是不动，安娜按耐不住狂按喇叭，眼看儿子要迟到，她不惜扣分罚款，选择绕过前车，做了个鄙夷的手势，示意他赶紧滚蛋，就匆忙离开。没想到下一秒，皮卡就追上了安娜，一个猛的变道逼停了他，吓得安娜一身冷汗。随后皮卡横在了路中间，狠狠地盯着安娜，他惊愕了，自己竟然碰见了个狠人。随后安娜一个转向甩开了皮卡。送完儿子后，安娜来到加油站，却看见皮卡停在后面。感觉惊愕的安娜和店员聊起了事情的经过，男店员表示小意思，愿意帮忙处理。他出门就警告皮卡，自己已经记住了车牌号，请你好自为之。皮卡男一看急眼了，一脚油门就撞飞了男店员。男店员刚要爬起来，被另一辆汽车撞飞。这应该是世纪惨案了，本应该英雄救美，没想到却被连环撞。而那个皮卡死死地跟着安娜，安娜想要报警，可一摸手机不见了。很快皮卡男就追了上来，拿着安娜的手机摇晃着，还示意安娜看前方。慌乱的安娜差点撞上了卡车上，安娜被吓坏了，浑身是汗。20分钟后，皮卡男出现在餐厅里，他找到了安娜要约的人，在知道他是个律师后，就给安娜打了电话。安娜在电话里谩骂皮卡男，说他是疯子、神经病。皮卡男听后气怒了，他说我会让你终身难忘，直接就拿杯子打到律师脸上，猛地把头重撞在桌子上，利用叉子插死了律师。听到声音的安娜终于怂了，她开始认错，但皮卡男说晚了。原来皮卡男刚刚被辞退工作，妻子与其离婚，还联合律师把他唯一的房子骗走。就在昨天，他刚解决完那个律师，所以他恨律师。皮卡男告诉安娜，他在短信里找到他儿子的学校名称。安娜警告他不要碰他儿子，可皮卡男说：“你想下一个谁死？是你老公、你儿子，还是你父母？”安娜选择自己，但皮卡男说：“你还不能死，咱们慢慢玩。我说过了，让你终身难忘。”吓坏了的安娜说出了女领导的名字，还报警要求保护女领导。并把自己的儿子从学校接出来，可皮卡男没有去找女领导，而是去了安娜弟弟皮特的家里，先是打晕了他的女友。看着拿着刀颤颤巍巍的皮特，他一把就把女友按在他手里的刀上，一下两下，然后把皮特绑了起来，淋上汽油。当警察赶来时，皮卡男点燃了汽油，警察打伤了他，赶忙救火。安娜在电话里听到了惨叫声，吓得他停下车就狂吐不止，他死死地抱住儿子，这是他的底线。电话声响起，皮卡男说想让你儿子怎么死。安娜怒了，再柔弱的女人，当你动她的孩子时，你就知道她会有多么强大，然后直接就把电话摔得稀巴烂。安娜带着儿子想去警局躲避，她想起自己的手机和平板定位在一起，让儿子拿出看看皮卡的位置，一看吓一跳，就在前面不远处，这太恐怖了，就因为一句话追杀了他一天。这时过来一辆警车，安娜悄悄地绕过皮卡，打算喊住警察，可还是被皮卡男看见，猛地撞上警车。就在警车原地打转时，被驶过来的卡车碾压成河。皮卡男绕过撞成一团的车辆，穷追不舍。他们刚要拿出平板报警，却没电了。眼看到安娜的住处，这里地形复杂，应该可以拖延时间。安娜猛地一个打舵，甩开了皮卡男。
儿子上楼去打电话报警，然后藏起来。很快皮卡就找到了安娜的车，正准备下车时，安娜驾着一辆车撞翻了皮卡，刚要查看被皮卡男抓住就撞晕在地，拆开房门喊着自己是警察，是你妈妈让我来接你的。见没有声音，刚要出门就听见了楼上的声音，皮卡男还是找到了安娜的儿子，他拿起电话线要勒死男孩。安娜及时出现，直接一把大砍刀就刺穿了他的眼睛，然后又补了一脚，皮卡男晕了过去。警察也及时赶到，一件小事就让一个变态追杀一天，太恐怖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无论何时都要控制好情绪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一时的口舌之快会给你带来多大的麻烦。毕竟能控制好情绪的人，才能更好地掌控人生。